第十七题，将甲乙丙丁四支音叉置于教室桌上，分别用锤子敲击，测得相同时间内的声波振幅与时间关系如右图。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A. 甲声波频率最大，我们看到甲在相同的时间产生的波数最多，所以频率最大是对的。B. 乙声波传得最远，我们从图上面看到。乙的振幅最大，最大声，所以可以传得最远，所以 B 是对的。C，丙声波的周期最大，周期就是产生一个波所需要的时间。我们看到丙一个波所需要的时间最长，所以周期最大是对的。D，丁声波的速度最快是错的。老师上课提示过了，相同介质传任何的声音速度是一样，所以甲乙丙丁四个声波的波数是相同的，所以猪是错的。因此，第十七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丁声波速度最快。